现场太刺激了，有人晕倒，有人晕倒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边更猛，那边看，那边更猛，那边有油条兄弟，又又又。耶、yeah, ！现在是这个六点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看这个世纪之战，艾里对抗孙孙。哥，对，你觉得他们两个今天谁会胜出？一定是艾里，一定是艾里，不然有第二个可能。你为什么讲话有点结巴？你有点结巴？为什么？没有第二个可能，就是艾里，就是艾里。艾里，我挺你，你赌艾里就对了。对，我赌艾里，你赌艾里输嘛？不过没有，我赌艾里赢。你赌艾里赢，哪个赢？啊？哪个赢？我希望他可以手赢。好、啊，对，够了，够了。这个比赛呢，一定是没有使出轮转位移的男人会获得这场的胜利。轮转位移是什么意思？轮转位移。哦哦哦哦！第一神拳，木之内一步，木之内一步，木之内一户。对对，那你觉得？我是啊，孙生输。你下孙为什么？我下孙生输。有可能。加油加油！那浩不在啊，但是我这边爆料啊，浩浩他自己是下重注下艾里输。谁啊？两个天平座的，你到底要选谁？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天平，你也是天平，对，你也是天平，何苦为难天平？哎，对，是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打什么。天平座，你这个谁会赢啊？我讲真的啊，我跟艾里还蛮不错的，艾里是自己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孙生根本不认识，我就朋友的角度，完全是挺艾里，艾里一定要打爆他。我就专业的评判，我觉得孙生会，因为孙生他多年在练 breaking， 他有在跳舞。拳击到最后，身高是一个差距是没错，但是最重要到最后都是比肺活量。你有点 sense 的人都知道，你有跳舞的人，你肺活量一定肌耐力会比较好。啊，艾里他是这两个月因为这个怒气爆表，所以每天苦练，他这样会比较吃亏，因为毕竟临时抱佛脚，会比较辛苦。马上到现场。抱我。的血流成河，表现得很好，表现得很好。晕倒了，晕倒了。现场太刺激了，有人晕倒，有人晕倒。热血沸腾，血脉喷张啊！太刺激，太刺激了。是不是真的太刺激了？很猛，很猛。太刺激了，有人晕倒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边更猛，那边看，那边更猛，那边有人睡着了。观众对于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期待。那戴头套这个举动呢，是双方选手合议的结果，我们主办单位给予尊重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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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走啊？累了，他累了，他累了。两个人真的从眼神看得出来，已经完全虚脱没力了，但是不能输，绝不能输。输人不输阵，输阵难教练。那么用国语再讲一次，输人不输兵，输兵难教练。啊，你打他鼻子！他鼻子也是假的。啊决定台湾最强核心男，没错，到底是谁胜谁负啊？到最后一刻，没有人放弃，真的不止腰力强了，意志力更强。而且可以很明显看到，孙生就算是体能很明显的消耗，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拼到最后，牙套都咬不住了，还是要往前冲啊，跟僵尸一样。真的，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场比赛竟然会是这样的发展。但是我觉得最后的谁胜谁负，还是要交给我们裁判团队来决定。这边后手孙生这个疯狂僵尸打法，真的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。艾琳 ，All right， 在不举手之前，掌声送给两位尽力的选手吧。同时，我想问一下在场上的观众，你们觉得是谁赢了？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可圈可点，艾里跟孙生都打得不错，用意志力打到最后。练习几个月可以打成这样，很厉害。我就说嘛，我就说嘛，好了，要加油了。我不喜欢啊，我们还是支持你。我只能说，艾里四海游龙啊，不是虽败犹荣，你尽力了。艾里，孙生也表现不错，表现奖。我只能说，下一次希望你可以加油，艾里加油。跑回来，艾里，你自己叫我要赌你，我赌五千，你要陪我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你有没有听进去？